我今天有两个，一个新笑话，一个旧笑话，但是都跟我的眼睛有关。我在几年前发现有白内障，结果去眼睛开刀，然后学生就很关心地问说：“老师，什么是白内障？为什么会有白内障啊？”那你问我这种医学问题，你还不如问 Google 啊。老师怎么知道？老师就得了白内障。但是呢，既然学生问我，当然要回答啦。我说老师因为美白美到内脏去了。好吧，谢谢。然后昨天呢，发现有飞蚊症，啊，然后这飞蚊症很惊骇啊，怎么哇眼睛有一片什么东西这样的？现在还是有一点啊，怎么会这样呢？啊，我太太说，那你就拿手去打吧。我说，那我们买捕蝇灯吧。你看这什么夫妻啊，这什么对话这样啊？好嘞，这是把自己的这个生理状况拿来开个玩笑。老师礼拜三要去看医生啊，已经跟医生约好了，看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要看你们现在都有一点，有些人在我眼睛的某一个位置是有污点的，所以你们可以去当证人。真的有那么冷吗？好吧，那另外也好了，那这个可以让你们看一下这件衣服，这是我1999年制作的用导生费制作的制服，很多人拿导生费去吃一顿。我想，那你们要让人家知道你们导师是谁，那时候我还没那么有名啊，不会有人在街上拦着我照相的时候啊，所以我就做了这件导生服，很多人都不敢穿出去这样啊。好嘞，那就这样啊。有人说乐观的人比较不容易生病啊，这跟眼睛无关。你再怎么乐观，你眼睛出问题还是会出问题，请大家多保重自己的眼睛啊。好，笑话采集这位同学，第一位受访者是他哥哥。好，请问令狐冲的另外四个兄弟的名字叫什么？令狐冲、令狐泡、令狐盖、令狐宋，啊，冲、脱、泡、盖、宋，啊，这我知道啊。好，那你知道那个？哎，他也可以哈。奥萨马·宾拉登排行第几？第七，因为他哥哥叫做奥赛鼠、奥赛牛、奥赛虎，他是奥赛马。奥赛马宾拉登，然后像奥巴马也排行第七，你现在知道，同理可证，奥巴马排行也第七啊。马英九他当然排行第七，这是更没有问题的啊。好，森林里有一场战争，所有的动物都征召去当兵，但有几只不想去当兵，是千方百计。这我听过，还有一个人在笑话比赛的时候讲过这个笑话啊。你笑话比赛啊，要讲完我们全班有没有听过的笑话，这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像我这种人还没听过笑话，那真的是。光从这个笑话内容就可以得第一名啊，但是讲得不好笑还是很可能的啊。大家都千方百计想不要去逃兵，猴子想不当兵就把自己的尾巴给弄骨折啊，兔子不想当兵，看到猴子成功免疫就有样学样把自己耳朵弄骨折，黑熊看到前面两个动物都很成功解疫，看看自己尾巴短耳朵也不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兔子跟猴子很努力帮黑熊想办法，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说我们把你揍到重伤，这样你就不用去当兵了。结果黑熊就被打得满身是伤以后进去检查，结果兵役处人对他说：“你太胖了，不用当兵。”胖的同学请注意一下啊。好，他说大家都应该有听过一个谚语，叫做“人怕出名，猪怕肥”。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记者去访问选美小姐。选美小姐，请问你想出名还是想变胖？选美小姐当下回答：“当然是想出名啊，我怕超怕会变胖的。人怕出名，猪怕肥。所以人怕出名，所以他想出名，就他不是人。”我刚刚也是这样想的，但我想我眼睛现在这样的状况不好，是会影响到我的脑子，啊，显然影响到了，你们可以看出来。记者说：“大爷，市长被绑架了，绑匪要赎金1000万，如果不给，他们就用汽油烧死他。现在正在募捐，你打算捐多少？”
大爷说我捐十升吧，啊，他讲汽油啊，那有一个类似的笑话，说绑匪绑架了这个市长啊，要求很高的赎金，啊，绑匪宣称如果你们不付赎金的话，他们就把市长放回来。这更好笑，你知道吗？啊，苛政猛于虎听过吗？啊，有人住在那个山区，孔子经过说，哎呦怎么啦，那一个妇人在哭，我先生被老虎咬死，我儿子被老虎咬死，他说你被老虎咬死了，你为什么搬到城里住呢？城里有更坏的官，我可能连自己命都不保。所以后来孔子，哎呀各位弟子啊，各位记住啊，苛政猛于虎啊，啊那个烂政府的话啊，那比老虎还可怕呢，啊人家宁可被老虎咬死也不愿意到那政府去住，去住在那儿。好，他分析他哥哥，哥哥很喜欢带有谐音或文字游戏的笑话，他的逻辑概念也不错。哇哦，你哥对你不错嘛，讲他那么多好话。所以像是第一个笑话就是文字游戏，第三个跟第四个都是有关逻辑的笑话。好，第三个受访者是他同学，人人常问社会系跟社会工作系有什么差别，就是有工作跟没有工作的差别。啊，这个是以前我在社会系的那个谢师宴的时候会讲的笑话。啊，不太一样，我社会学跟社会工作有什么差别，那你看嘛，社会学是到了社会才开始学，那社会工作是到了社会就有工作，这样啊。我跟他讲的略有不同啊。飞机驾驶突然猝死了，不必突然猝死了，猝死就是突然啊。当然你的修辞学上你可能叫做强调语气了啊。好，那突然还死了，这就是 oxymoron， 就是互相矛盾啊。突然猝死了，飞机上有五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却只有四个降落伞。哎，这故事平常很长，哎，你怎么那么短？此时美国人说我会驾驶 I can fly， 日本人就把他丢出去了。日本人说他自己说他会飞啊，啊，那 fly 是包括 fly 的 airplane 啊，好，日本人把美国人丢出去，这个要在台湾讲 OK 啦，你在日本讲或在台湾讲都不太 OK 啊。好，哇，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我是马，排行第七啊，哎，这首郑愁予的诗。我们年轻的时候谁都马会这一句，谁都马会这一句，没有人知道全诗是什么啊，你知道吗？就没看过全诗，你知道吗？啊，结果有一年认识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就考我说，那你会全诗吗？我不会，我相信全台大没有一个男生会，除了文学院那些人可能例外，没有人会啊。就那女生就不知道啊，那个全部把它背出来，这样从此以后就没跟她来往。他没跟我来往，这样讲比较精确啊，所以啊啊，所以我早知道我就说啊，我不是归人，我是马啊，可能还逗他一笑啊，当然还是不会跟我来往，你放心好了啊。分析第一个笑话，很明显就是系内同学比较容易一听就懂得梗，因为我们是同一系的同学，所以第一个笑话很适合跟系内同学讲，对，这是我们社会系或者这栋楼的专门笑话。另外，听说这位同学平时很喜欢看英文的影集。所以推测他讲第二个笑话原因就是 I can fly 那个啊，因为有英文的趣味在当中。我观察这位同学平常很喜欢跟人聊天，但用字遣词都蛮精简的。这三个笑话篇幅都不长，但笑点都简洁有力，可以见得不错啊，替社会系争光了。第三个受访者就读北一女中的学妹啊，就视力非常好的那个，绝对不会有背温症的那种啊。物理老师说简谐运动我保证很简单，学生说哪有，你少骗人。物理老师说不会啊，你看张良跟黄石老人还有灰姑娘都剪过啊。什么叫剪鞋运动啊？不会是这个剪鞋吧？好吧。高二女生说昨天我跑去秀学校那边，老板叫老板帮我多加一条线，然后我的学校就变成了北二女。哦，加一条线是因为你二年级对不对？现在还有秀学校？没有秀学校的学校请举手。都还有哦，我那天看到电视在报道说秀学校的店越来越少啊，只剩下菜市场几家，因为现在很多学校不秀学校啊。好，应该研究一下秀学校的学校是不是比较容易考上台大，然后台大就从此以后就不秀学校啊。其实我觉得台大应该在秀学校的啊，国立台湾大学那弯字叫他不能秀简体字，你秀死他，我跟你讲。大家都应该知道北女班级不是用一二三四来命名的，对，
很多人不知道啊，尤其不是台湾的人都不知道，是台湾人在台北人都知道，男生特别都知道啊，有非常怪异的命名法，那根本就是一个北一女密码这样啊，而是以国字来命，不是国字命名而已啊，那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啊。我一个同学班级是礼乐射御书数的数班，他拿去给绣学号的老板，请他绣树木的树，结果制服拿回来以后，发现绣的是树木的树。球啊 ，tree， 前面是 number， 后面是 tree，OK，、okay? 树木的树啊。这老板欺负你们北一女的，显然他女儿或他孙女没考上。这样好，除了礼乐射御书数，还有什么温良恭俭让？还有什么？忠孝仁爱心和平。然后礼乐射御书数，温良恭俭让，还有吗？没有，因为减少班级的关系。真善庄啊。不是真善美啊，是庄啊，庄敬自强那个庄啊，哇、wow、哦，现在没有了，好，谢谢你告诉我。好，请问五楼的楼上是几楼啊？一般人说六楼，仔仔说什么？不是四楼吗？好，因为那留言的是关系是吧？啊、哦、好，分析第一个笑话跟第三个笑话都跟高中有关，第一个是跟课程有关，第二个跟第三个跟制服学号有关。第四个跟网络用语有关，这位学妹正在读高中，所以提供的笑话跟学校有关，而现在年轻人跟网络脱不开关系，因此他会喜欢跟用网络用语有关的笑话，也容易理解。分析的不错啊，同学啊。好，轮到他自己了。有一天，小明跟小华在森林遇到了一只熊，饥饿的熊朝着两人猛追过来，小华拔腿就跑，但小明蹲下来把鞋子换成运动鞋。小华问说，这时候你还有什么事？你还有时间换鞋吗？难道你以为你跑得过熊吗？小明回答，哦不，那怎么可能，我只要跑得过你就好了。为什么大海都是蓝色的啊？这听过了，因为你海的鱼都会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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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吐出泡泡这样啊。为什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没什么精神？因为他们是 weekdays week很弱的 day，weekday 啊。好，其实我不擅长记住听过哪些笑话，不过对动物当主角笑话比较会有印象，所以提供前面两则都跟动物有关。鱼算动物吗？鱼算动物吗？算。鱼是脊椎动物。鱼算动物哦。哇，我真要改。对啊，也不是植物，也不是矿物啊，真的是。可是为什么鱼是动物呢？对，我是什么问题？那你们是什么问题？哎，难道白内障有这种影响吗？啊，这连内脏都影响到。好，鱼是动物。好，所以我提供前两则跟动物有关，第三则笑话这几天才听到，所以才把它记录下来啊。每个人都很 weak 啊，对啊。好，这是这个同学，谢谢你让我知道鱼是动物啊。不过很少人说我要去动物园看鱼，有吗？都是要去迪士尼看杀人鲸啊，所以迪士尼，所以鱼是娱乐动物，嗯，我的病非常的重，啊，好，笑话采集，这是另外一位同学，受访者一，一群蚂蚁在过马路，有一只大象走过来，妈妈就叫小蚂蚁快躲开，小蚂蚁站在路中间说，不，让我来绊倒它。嗯，蚂蚁是动物吗？也是，所以昆虫也属于动物。好，我今天真学很多。小明成绩很差，但国小老师不想给他不好的期末评语（括号因为国小都会给很多好话）（括号嗯），所以老师就在他成绩单上写成绩表现稳定。哟，要这样写哦。嗯，好，那我又学到一招，今年你们的学习成绩里面就稳定两个字啊、嗯。有颗高丽菜走在路上，觉得很热，开始脱衣服，然后就不见了，还会有个梗在里面啊、嗯。各位吃高丽菜都知道，还会有个心在里面啊、嗯。好，如果要将笑话做分类，我会将这一类笑话分在直球类，哦，不是声卡球啊，讽刺性低且较不会有得罪听众的问题，因为得罪高丽菜它变得很贵，你就买吃不起啊，嗯。
若没有进入门槛的疑虑，例如引经据典或专业知识，笑话非常简洁单纯，不需要转太多弯便能知道笑点，你考虑真多。如果常听各种笑话，可能体会到虽然有趣但不够好笑，你刚刚就没听到什么笑声嘛，对不对？而该受访者所以喜欢这类型的笑话，根据和受访者相处的经验，受访者常被评为天真，不大使用嘲弄性语言，家庭相处模式也将其照顾得很好。哇哦，你连家庭关系都分析到，你太厉害。没有太曲折的生命历程，不像少年派，所以简单的事物就能令其感到开心。平常不使用论坛，笑话都是听来的。不使用论坛什么意思啊？论坛是什么东西？玩电动的东西吗？论坛什么东西？啊，网络的板上的。还有人不使用论坛呢、啊？这种年纪，哇哦。好了，另外一个跟上面一样，令狐冲的五个师兄弟啊，是什么名字？他不是兄弟了。好，这个不必删掉啊。有一天老虎把猎户的孩子吃掉了，猎户十分生气，到山里打算将老虎杀死报仇。他奋力的跟老虎搏斗，重重砍了好几刀，直到仅插几刀，老虎就快气绝时，老虎向猎户说道：“我肚里有你的孩子。”于是老虎跟猎户就结婚了。老虎是动物，我知道，人也是动物，我知道，动物跟动物有孩子，我也知道。受访者为台大学生，平常使用 PTT 啊，跟上面的人不一样。据此论坛特征，网友在发言时针对一个事件做各种想象。你们就是有时间上这个啊，真的，常常有天外飞来一笔的状况，没错。台大学生经常浏览这些网站，便会培养出阅读 PTT 风格文字的能力。好像什么人都可以上嘛，哈，不是只有台大学生嘛，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报新闻就没新闻了，就从这里面挖新闻。好，风格能力，然后感受其中笑点。PTT 风格会讽刺时事作为笑料，如第一个笑话被删掉的那个啊，这样讲大家都知道了啊。或者将有道理的故事拆解进无道理的故事里。变成许多无厘头的新故事，如冲脱泡盖送，原是烫伤处理的自串，自有一套解读，却被带入人民中，发展成新的解读方式。老虎跟猎户的故事将奉旨成为剧情，用另外一种诙谐方式呈现，意外的发展尝试这类笑话特色。笑话的一个解释就是意外啊，然后意外也得到一个不一致的东西，也得到意外的解决方式。好的，那另外还有。老大跟老二都很不孝，于是被父亲赶出家门，只有老三非常孝顺，所以父亲留下了他。有天父亲把老三叫到身边问，你知道父亲为什么一直没赶你走吗？老三回答，爹，我孝，所以你不敢。于是老三也被赶出了家门。我孝你不敢，我孝顺所以你不敢，可是孝可以讲我孝你不敢，为什么没赶出家门？所以后来老三就被赶出家门。这样看了，这用这样念好像怪怪的啊。好，第二个笑话。皇上说：“太医，朕最近好像病了。”太医说：“皇上是什么样的病呢？”皇上说：“不知道，朕最近一直害怕。”太医说：“害怕什么呢？”啊，皇上说：“朕害怕朕这一生都是朕啊。”太医说：“糟了，皇上，看来您得了一种洋人传来的病。”皇上说：“什么病？”太医说：“这病叫做帕金森氏症。”我还没想出来，我看那个字我还不懂是什么，念出来就懂了。帕金森氏症 ，Parkinson's disease。OK， 啊、哦，原来这病是这样。哎呀呀！好了，刚刚听了老师这样可以变换声音，再来下一次可以当声优了啊！老师退休后眼睛瞎了，就可以当声优啊，坐在庙门口帮人家算命，算完命就去，算命的钱不够去当声优去了。到时候你们就说啊，我喜欢这个声优这样的哈。好，第三个笑话，小陈是拥有超过30年经验的制琴师，大家都说他是制作多情的人，制作多情的人。这个你看，多情跟多情是不一样的啊。好，上面三则都以诙谐作为笑点笑话，相较于受访者提供的笑话，
帕金森氏症，我这一定要记住，这实在太好笑，我这样用写的这样啊，尤其有皇上跟那个太医，这实在太有趣了，这笑话太厉害，太厉害了，谁发明的？这样给他100分都不够啊，干脆给他0分好了。相较于受访者提供下多了谐音意义的特点，该受访者经常使用 PTT 这种论坛，熟悉笑话网络笑话的形成规则。受访者平时善于观察身边的人事物，喜欢需要略经思考才能体会的笑话。另外，其高中就读男校并住宿，培养出男性之间互相取笑的相处模式，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受访者因此在取闹性笑话间的思考上反应非常快速，也会使用谐音双关的方式表现在和现在的朋友聊天。好，接下来是他的三个笑话，我喜欢的三个笑话。大家常问社会系跟社会工作系差别什么，你看这一样的吧，啊，就是有工作跟没工作的差别。我上次去北京啊，晚上去逛什刹海，那边有一家店卖一件 T 恤，上写钱不是问题，没钱才是问题，就写得非常好，跟你这个差不多啊，钱不是问题。飞机驾驶，哎呦，这都一模一样的吗？你喜欢的笑话为什么跟这人一样呢？你是同一个人吗？飞机驾驶猝死了，突然猝死了，连突然猝死的都一样。你看，机上5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只有4个降落伞。美国人说我会驾驶 ，I can fly。日本人把它丢出去了，还是我刚刚念过呢？还是我的病很严重呢？第三个是我答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贵人，我是马，这不是刚刚念过了吗？你们同一个人吗？哎，你的笑话跟他的笑话，我是不是刚刚念过？没错啊，你们是不是刚刚我教的那班人？啊，这要确定一下。哦，不是我自己，所以你是不是访问他，然后他就写出来你的笑话，然后这样你们就不断的循环这样。对啊，那就是你是他的受访者啊，你就是刚刚那个人的第二个受访者，你三个笑话是一模一样。OK， 好，我了解，不是我的问题啊。好，这是今天的笑话。接下来要从今天笑话转到文心雕龙啊，我眼睛宁可瞎了啊。文心雕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念的书啊，非常非常非常难念的书啊。我念到今天呢，很多也我很多书看得懂，文心雕龙看不太懂啊，这是我要坦白跟你说的。但是呢，因为他文心雕龙有一篇啊，我不是学这个没有关系，我不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没关系，而且呢我也不教国文啊，所以我只能告诉你这篇有一篇叫谐影篇，谐就是诙谐啊，影呢就是像谜语一样，有个猜谜的过程，这样啊，这个在116页我们有一个解释，根据这个专家的解释啊，我就不多说了啊。谐指谐词，就是笑话，所以要讲。隐指隐语，是谜语的前身啊。那本篇就在讲这些啊。好，那这个隐呢是多加了言字旁，在古人啊多加言字旁啊。现在我们的隐大概都不太加言字旁。那主要的哈，主要的重点哈。在于他对于这个谐影这两个事情的看法啊，还有他举的例子啊，那其他不相干的我就不说了啊，譬如说他这个第117页我们讲义上啊，夫心险如山啊，人的心呢阴险呢跟山一样，为什么山叫阴险我就不懂了，口涌若川啊，那口呢，人的心跟人的口常常表现不一样。你不要讲你们现在，我的活到现在，我常常还不知道人家跟我讲的话到底是真心的还是客套话，我有区分这两件事情的困难啊。有人就说，哎呀，孙教授欢迎你到我们学校来演讲啊，这样哈，然后我说好啊，然后到今天为止没有收到邀请函啊。要不然就说，哎，孙教授你真的是那么有名，我们真的很希望你到本校来任教，我说好啊，然后到现在为止也没接到聘书啊。所以我就不知道，难道他也认为我好啊是随便的吗？还是说他这都就是客套话？我也不要太在意这种事情啊，我到现在都还有这个困扰啊，不要讲别的。所以每次人家跟我讲什么，我真的没空，我就说对不起啊，我没空啊，我就会真的这样。然后我有空，我说好啊啊，每次讲好啊，好像后来都没下文啊。夫心险如山，口用若川啊，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像河水一样，像山一样啊，深不可测或高不可测吧。
怨怒之情不一，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对你到底是怨还是怒，你也搞不清楚啊。啊，嘴巴都讲得很好听啊，啊，你不搞不清楚啊。所以欢虐之言啊，这个虐中国大陆念削，不知道为什么啊。欢虐之言无方啊，所以那个也没有固定的，这到底什么时候他高兴，什么时候他讽刺你，你也不知道。所以这里面就是语言跟这内心之间的一个复杂性的问题啊。啊，接下来所以才需要谜语啊，你要去破解这个密码，你必须有那个通关密语或者那个密码这样啊。好，那那个117要举例，华元弃甲，成者发汉墓之欧，张合丧失，国人造诸日之歌，并痴性行貌，内怨为非也啊。那这个故事我们前面都没讲过啊，那这意思也大概就是那样，就是老百姓对于一些长官的那种作为不满意，不满意，有的人不敢讲，就用眼睛来表示，所以怒目而视，像这样啊。那那个张合上是造诸儒之歌，也是写一些歌来讽刺这些打仗的这些长官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内怨为非也啊，非是那个好像是在第三个注里面啊，非是诽谤的意思啊。就像各位有时候呢会在参加社会运动或什么会编一首歌或写一个写一句这个对联来讽刺，或者拿那个招牌讽刺啊，各位讽，现在你们比较形象化了，常常就画一个人，然后给他加上希特勒的胡子啊，好像这就是代表他是一个非常跋扈啊专制的人这样啊，或者阴险的人。然后呢这个什么蝉蟹比燕银啊离手银娃，苟可真戒，载于离典，故之隐邪词隐言亦无气。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邪词隐言，这些邪词隐言多多少少表现出老百姓对于生活、对于这个政治上的或对经济生活上的不满意，啊，这跟《史记》里面加上了这个《古纪列传》啊是有关系的。就是说这东西都很重要，不要小看这些事情。但是历来呢都小看这些事情，觉得这完全不重要，完全不重要啊。好，所以在118页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他举的例子只是我们现在不了解而已啊。说邪之为言皆也，邪之言就皆啊，这个古人常常用同样的字有个边没个边啊，就来互相的这个解释。词浅晦俗皆越小，就是说他用的那个字非常的简单，大家都懂啊，一般老百姓都懂，所以呢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取笑啊。好，那接下来故事是我们讲过的啊，说齐威王酣乐，然后淳于髡，那就没有讲出髡这个字，遂干酒，就告他喝一斗也醉，喝一升也醉啊，这我们讲过。楚襄王宴集而宋玉复好色，这我没讲过，但这我在我的爱情历史社会学里面有登徒子好色赋，有讲到这个。那这个意思都在意在为奉有足观焉，就是希望不用讲真的话，用说成 A， 但是 A 一暗指着 B， 然后听的人就知道你在说 B 的事情，不是在说 A 的事情。然后说的人呢，说者有意，听者也听到了，然后呢也替听的人保留了面子，那听的人呢也借此改了。在故事里面这个部分是这样，所以意在为奉啊，意足观者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而已。好，接下来这个也是讲过的啊，幽瞻之凤七城啊，秦朝的那个皇帝最后就要把那个城是撒上漆，他说好啊，这样敌人就攻不上来，那是耗费工程，而且没有任何实际效用。幽梦见藏马也是啊，楚国那个王啊，对，很爱他的马，最后说要以大夫之礼啊，诸侯之礼葬之，他说哪里，应该用国君之礼葬之啊，这各位应该还记得这一段。并绝词是说意指昏暴啊，这个昏呢是昏庸的意思，暴君用这种方式啊，让暴君能够稍稍的啊改善他的行为，当然很难改变他的决定，但是至少啊可以做一点点的这个帮助。是以子长编史列传古籍，子长就是司马迁了哈、啊、所以有古籍列传，以其词虽轻回，亦归义正也，就是他的这个文词上面好像有一点不太守正道的话，其实你仔细看还是有个正道在里面的啊。但本体不雅，其流亦弊，只是他讲的故事呢不是很雅驯的故事，从古代的读书人来看，所以有时候会有流弊啊，这个你可以代表魏晋南北朝人对于史记古籍列传的看法啊。119页，
东方就东方朔，梅高我们没讲到啊，什么蒲朝错离无所匡正而抵慢迭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非也啊。所以这个叫做赋的，写了一个很长的赋。汉朝是以这种文章形式出名，就叫赋啊。然后见事如昌亦有回矣，那说这赋也可以表现出这个来。但是大部分的文学作品，有的时候就大家看的人会迷惘在那文学的格式上面，觉得比如七言绝句、几言绝句啊，或者那赋要怎么样的格式格律在那里，你就忘掉了它的内容啊。所以这也是好。接下来因至魏文因非说以著孝书，说魏文帝啊有做孝书这样的东西，这到现在是不传的啊。薛中平宴会而发愁。愁调啊，虽变笑人习而无益实用矣。这些东西有前面的是有益的，对别人有帮助的，然后这些东西呢，这些人做的东西反而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啊，只是让人家笑一笑而已，于这个家国大事啊并没有太大帮助，对社会没有帮助的啊。接下来这个也是一样啊，举例啊，那这个很多例子都不知道，119页下面这段的例子我都不知道啊，这有一些注解打在这里，有机会大家去看。120页他说，魏晋古籍啊，到他们这个时代，魏晋古籍圣乡趋善啊，然后遂乃应阳之鼻，方欲道薛卵，这大概是有典故。张华之行，比乎卧冲楚啊。这些呢，这些故事呢，各位有机会去看一下其他的解释，这样。曾氏幼言，有亏得因，这种故事都不是好故事，对于个人社会的道德没帮助。有亏得因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因为你看啊，那个第二段啊，就是说，应阳之鼻，方欲道薛卵，在第二个说真诠里面说，此或谓应阳行之丑。他长得太丑了，有如被盗贼削出一半的鸡卵，鸡卵当然就只是搞完的意思吧，应该不是他的鸡的卵被削去了，那关他什么事啊？所以我想有这个，所以这个呢，这就已经下流了啊，这是幼言，又你很糟糕的话啊，这种东西很糟糕的话，岂非逆者之妄笑，虚靡之狂歌语？所以前面有讲的有些笑话或有些讽刺，因为有帮助老百姓一般人的生活啊，所以是好的。那像这些已经人身攻击了，这些都就很下流了，同学啊。所以下流的事情不是现在才有啊，流血文心雕像赛就是种很下流的东西啊。所以下流每一代都有啊，代代都有代代的下流，也代代有代代的上流，也代代有代代的中流砥柱啊。好，所以这个这段啊，就讲这种历代其实都有一些这个上流下流的东西。121页就讲到隐了哈，那隐者隐也啊，121页，顿词以隐意，绝辟以指示，所以没有把真正的意思举出来，要透过了一个转换，你才知道，啊，那接下来的就是因为都是隐语，所以大家都在猜什么意思，啊，什么环涉求整于楚师，遇渊景而称麦渠，啊，那这什么意思？那这个又有不同的故事这样的哈。那都是隐语，不把真心话讲出来，但是暗示你讲什么，啊，所以这有点像你玩什么大地游戏，是不是叫做，啊？有一年呢，同学说，老师，我们圣诞节，我们是不是校外教学啊？去参加圣诞节？我说校外教学啊，圣诞节。我说好。那后来同学说，老师，那我们可以玩大地游戏，老师年轻时候没听过这玩意儿，所以我就问什么叫大地游戏，就跟我解释。我说好，没问题，老师领悟力快。我们就玩大地游戏啊！我说下礼拜你们上课，全部人在这个助教前面集合，我会提供第一道谜语，啊，同学就很兴奋啦，啊，想说，哎呦，哎，各位同学，这是上社会学理论课啊，这是上社会学理论，不是上什么游戏社会学什么之类的啊，什么线上游戏或线下游戏都不是啊，社会学理论，就他们就集中在这个助教这边了。第一道谜语我就交给助教，我说，啊，第一个。他们既然要玩，我说那每一个人得戴那个帽子，啊，我就到了那个什么大卖场去买那种帽子啊，这边有一球白白的，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圣诞老人的帽子，是吧？然后我呢就买了一顶这个麋鹿的那个发箍，啊，因为我是带头的嘛，啊，他们说老师你怎么没买红鼻子？我说不要装那么像，啊，第一个谜题就是说，到捷运站，
去找一个跟你戴你们跟你们戴一样帽子的人，啊，二号出口，啊，就砰砰砰，这群人就跟着进，然后我就跟在后面。他说：“老师，你来干嘛？”我说：“我要不跟着你们，你们到时候就打电话跟我说，老师，我们找不着了，再见。”呵，这招我想到了啊，你们不可能找不着啊，我就跟在后面。好，他们到捷运站，果然看到一个戴帽子的人，这就是我安排的人，啊，那个安排跟他们说往北走，站名两个字，第一个字跟几何图形有关。哇，大家就没看啊，哪一个三两个字的啊？啊，就看看看看看啊，圆山，啊，好，就上车啊，我们就一路坐到圆山，经过台大医院，台大医院有一个弟弟看病出来，然后看着我们，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要求跟我们所有人合照。啊，那弟弟看起来生病的样子，这边有个扎针的，然后大家就跟他合照，他弟弟就非常非常高兴，那妈妈就感谢我们说你们是什么慈善团体，我说不好意思说我们是社会学理论课，我们不是慈善，我们今天是刚出来做这个户外教学，他们就非常高兴啊，反正车上的人都以为我们是什么团体这样啊，我们就是社会学理论课，啊，到了圆山下来又碰到一个跟他们戴一样帽子的人，那个人等了蛮久的，那同学好可怜啊。所以往东走，啊，往东走呢，你们会看到一面墙，那面墙上有一个你们同学的信在上面，啊，他们同学的信，他们都姓什么，然后就把他的信全部招起来，这样啊，就往东走啊，就走，这要看什么呢？这到处看招牌，看有没有跟同学信相关的，这样啊，啊，就走到一个地方，啊，写着四个字，他们有同学姓第一个字。万人宫墙，所有的孔庙旁边都有万人宫墙这个字，然后那墙都好高好高好高啊，我觉得那可以攀岩用啊，将来万一孔庙不怎么样的话，结果就他们同学姓万呢，说啊就这里玩进去啊，就孔庙，他说我们来孔庙干嘛，我不是圣诞节嘛，啊，那中国人的圣诞不就孔子吗，老师那9月28号，我说那你要怎样啊，啊，所以我们就在孔庙里面呢转了一圈没人啊，因为12月25号非常非常的寒冷，没有人。我哦，还有我们每一个人要身上要穿红色的，要有一个部分是红色的，啊，我就把我那红色雪绒大衣穿出去，好暖和，一辈子没机会穿到啊。那有人是什么什么手表是红的啦，有人怎么样，反正身上一定要有一段红的这样的啊。就在那边上课上了2小时啊，上到大家全部那样冻。非常寒冷那天啊，后来就请大家去吃什么海鲜面啊什么之类的啊，在捷运站附近这样，就度完了非常愉快的，对我而个人而言非常愉快的一天啊，就是隐语啊，告诉你这个，然后不告诉你答案啊，这个你直接讲应该也可以啊，但是那样子玩他们就会记得一辈子啊，就记得一辈子，好像在西元前2000年的时候啊，那这些隐语也是这样哈，你不好直接说出来，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啊。就大家用隐语这样，各位经过考试大概都知道啊，你只要做过弊你都知道什么叫隐语啊，什么都代表几，这样的话转铅笔也是啊，你自己有时候会自己橡皮擦啊磕一个六面的那个骰子还是什么之类的，虽然答案只有四个啊，其他两个是什么 Joker 吗，啊，不是很多人笔也是吗，要转吗，对不对，到时候都叫什么选择题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就转吗，对不对，有很多方法吗，另外一种叫夹叉法吗，如果你知道上面的问题答案跟下面答案，那这个中间你不知道答案的一定成一个螺旋状吗，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逻辑啊，有人说你就全部填 A 吧，然后有人说不可能，老师不可能把答案放在 A， 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往下看，答案通常在 C， 我说啊有这个道理吗，他老师你没出过题吗，我说我没出过选择题，我不知道为什么答案要在 C 啊，他答案说一定在 C 啊，所以有同学信誓旦旦说他们的老师教过他们说在答案在 C 的比率高达70%几这样，所以他说你不会的话你就宁愿填 C， 我想这群人全发疯了这样，要不然转笔要不然填 C， 这都是有问题的，你多吃维他命 C 是有帮助的，那个 C 是对你有帮助的，其他 C 是没帮助的啊，反正大家就这样就发明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还有人呢在我那时代呢，因为考国文要背出师表，有人就训练出来在一支圆珠笔上刻了全部的出师表，这将来要摆在什么作弊博物馆，那都不得了的，你知道吗？他再认真一点，将来可以在一米一粒米上刻一个出师表，
啊，那就真的可以摆在故宫了啊。你不知道有些这个科技发明啊，就是因为人懒呐 啊，有的时候是为了作弊。所以我们前面的校长告诉你说不要作弊啊，他完全没想出来作弊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不要作弊，中华文化就少了一半啊。中华文化只有考试以来就有作弊，这是一生二，二生一的问题，这没办法驱除的，真的没办法驱除。我这不是开玩笑而已啊，谁能把作弊驱除了？我觉得只有一天，就人类毁灭的那一天，或者中国人毁灭的那一天，也别说中国人，外国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一样啊，世人都一样，应该这么说。好嘞，好，所以这个就是啊，这边下面有故事，如果你认真去看的话啊，所以这几个例子用了很简单的话讲出了这些为什么是隐语啊。接下来是一个结论，123页啊，隐语之用，批于纪传啊，这个批呢是家也，在纪传上面啊，这个是讲正式的史书。大者兴志济身啊，隐语有时候有用的话，它可以兴志济身，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就算第二个的好处呢，就是避为小祸，会让你不会太笨啊，动动脑筋是好事啊。盖一生于全绝而事出于积极，与夫挟辞可相表里也。这个呢是可以让你聪明一点啊，让你聪明一点，也让有些人可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所以这是他的隐语的好处。那隐语跟挟辞可以相表里，这是为什么他把挟跟隐放在一块儿的原因啊。那个123页下面他说，魏代以来讲谜啊，后面说谜也者回护其辞，使昏迷也。谜就是让你不要一下就看出来这答案是什么，希望搞得你头昏脑胀，然后你才想得到啊。所以像歇后语啦啊，像那个元宵节啊，本来想中元节讲错了，元宵节庙宇里面通常会有打猜灯谜。猜灯谜呢，你们好像听说你们小学还中学学过什么卷帘阁什么阁什么阁这种东西，哎，我以前听过，从来没背过。那这个中秋节在庙里面通常猜谜语呢，可以显示出来哪一家的小孩受的教育很好，哪一个小孩是很聪明的小孩，这个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虽然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但是这也不是定律了啊。所以猜谜语呢，这个很多大人都鼓励小孩去参加。我小时候呢还有这种猜谜语比赛，但是呢因为猜谜语都有书啊，就是作弊啊，你懂吧。所以我小时候呢，我爸很早就给我买了一本谜语的那种书，我的所有谜语大概都出在那本书里面。所以什么呢，不是因为我聪明，是因为我看过书啊。那天我还测验学生，我说10月10日猜一个字，这是谜语啊，10月10日猜一个字，就他想到一个字是我没有想到的，啊，对，是一个招，那是我们答案。就他想出什么字，你知道吗？萌，很萌的萌。我说哈，很萌的，我觉得也对啊，不是吗？啊，所以这个答案不是只有一个啊。十月十日以前是因为十月十日是我们国庆啊，对不对？中国大陆是10月1日啊。啊，我那天就说，哎呀，将来两边统一以后啊，或者这个联邦以后不得了，我们放假日不得了，他们放7天，我们可以加3天，加起来10天，哈哈哈哈，那么就小过年了嘛啊，欢祝，这样才有意思嘛。你万一两边合起来好了，你不觉得应该放一个长假吗？啊，到时候海峡两岸都塞船了 啊，不是塞车问题，塞船。不过，我曾经问过一个搞工程的人，他说。海峡两岸啊，要通车啊，是一点都不困难，在工程技术上。我说造桥吗？他不是，挖海底隧道。他说技术上完全不是困难，所以台湾海峡将来如果在情况很好的时候，谁对谁也没敌意的时候，台湾海峡像海底隧道，对工程来讲，对工程界来讲，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至少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啊。他说台湾海峡最深150几公里，还160几公里，有人就讲的信誓旦旦说没问题啊，从哪里就可以挖，从哪里啊，显然有人研究好了，你知道吗？啊，不管是 Google Map 的人或者谁，他研究好了从哪里就可以到哪里啊，啊，不用经过金门呢，你就直接就海底隧道就到台湾来了。到时候的问题就是各县市会在抢海底隧道出口要在哪里。各位同学，你别看我今天讲的像疯子讲的话，你们在我这年纪搞不好就看到，搞不好你就是开车通车点点那一线的县市长，你到时候致辞的时候第一句话一定要说，孙老师，不管你在哪里，我当初真的认为你是疯子，懂吗？啊，这样就很感动人，你知道吗？嗯，好。
那大概就这样的意思啊，其他我就不必讲了啦哈，其他都举那些例子，因为这里面他要讲告诉你说这个引啊邪啊都是有它的用处的。最后的结论在125页，赞曰，最后他就跟所有人一样，就后面写个赞曰，写个他古之朝引，正为是备，能够让危急的这个国家的状况能够振发啊，能够改善是备啊，大概对人的疲惫有帮忙。虽有司马无器管，就是蒯吧啊，说司马虽然很好，但是管蒯呢是比较差的，好像是那个兼呢，不是管呢哈，就念错了，兼蒯啊，是比较差的这个纺织品呢哈。会议适时，只要碰到恰当的时候，然后它这个邪或引有适当的含义的话啊，碰到适当的时候，颇易奉戒，也可以对这个当政者或者该听的人啊有一些劝导的作用。空系古籍，得因大坏。如果没有这些内容，没有会议，没有事实，只是为了搞笑而搞笑，那么社会的道德不会有任何正面的影响。这是啊，文心雕龙刘勰所要表达的一个对于邪跟隐的看法。那这个百喻经啊，百喻经是100个故事啊，100个比喻的故事啊。那在佛教里面叫做经呢，其实都是很严格的，所以这本经叫做经，其实是有问题的啊。在第二段里面有告诉你说，通常在佛教里面，佛陀说的才叫做经，不是佛陀说的都不能叫经，啊。那当时佛陀这个佛教的说法叫佛灭以后啊，或者佛教说法叫佛陀涅槃以后啊，外行人就说佛陀死掉以后啊，都是同样意思，但他们认为涅槃不是死掉啊，不是这么简单的那个。总而言之，就是佛陀最后过世以后呢，他们弟子决定在洞里面结集，有几个弟子，有一群弟子，500弟子好像说是。然后就决定呢，我们怎么样来确定哪些话是佛陀的教诲，哪些话不是啊？这个历代这个世界各地的圣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伟大的人死掉以后，哪些是真的他讲过的话，哪些不是啊？他讲过的话里面哪些又是很重要的，哪些又是不是啊？譬如说，所有的伟大人物一定都讲过一句话，但没有人认为这句话很重要，除了我。就请问厕所在哪里？我这句话非常重要啊。这个岔一个话题，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说北京最近在办马拉松啊，已经办了32年好像，结果呢，北京马拉松的选手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听说如果参加的都在中南海的那个红色墙上小便，啊，说连武警都没办法管制，我觉得我靠，实在太臭了啊。本来想酷，发现不能用酷这个字，这样啊，在中南海那边小便，你能想象吗？这程度蛮低的哈，你能想象说我们这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丢鞋嘛，对总统的不满的行为，你发起说总统家门口小便，真是很糟糕啊。回到这故事来，所以他们决定呢，佛陀讲的才叫做经，那佛陀讲的谁听到的叫呢？就算一算说，哎呀，这个弟子里面的阿难最常跟佛陀在一起，那么他听到的才算，其他人听到的不算。所以佛经里面正式被认为是经的啊，都有第一个开头叫做如是我闻，我是这么听说的，或者有时候叫做我闻如是，或者有时候就叫闻如是啊，就看不同时代的翻译的佛经。这个我呢是谁呢？都是阿难。但这里面出现一个难题，阿难不是佛陀的双生，就是连体婴，他有时候他不在啊，他不在怎么办呢？啊，佛陀也讲的话，他不在啊，啊，像佛陀过世前，阿难就不在，啊，后来听说佛陀要过世，一路赶回来，佛陀已经过世，那佛陀在他过世赶回来前讲了什么话呢？叫经啊。这个回教的伊斯兰教啊，因为我们台湾通称回教，简单一点。回教的经典呢叫做古兰经啊，这我们外行人都叫可兰经啊，他们叫古兰经。古兰经呢并不是穆罕默德讲的话，古兰经是阿拉的训示给穆罕默德的。
那穆罕默德也讲了话，那也一样。穆罕默德过世以后，大家想，那怎么样确认穆罕默德讲过什么话？一样啊，那他们只是做法跟佛教不一样，这不是用一个人的标准，他们用很多人的标准，用他身边亲近人的标准。然后呢，所以呢，在这个记载穆罕默德的这个言行里面，就有一个他们的专门的用语，英文叫 Hadith， 啊 ，H-A-D-I-T-H， 中文翻成，我怎么一时把它忘了？圣训，对，呵。一时把它给忘了。这个圣训呢，就记载穆罕默德的言行，有不同的弟子记载。现在全世界流行的大概有六大圣训，六大圣训就是六个人编的啊。然后他们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谁听穆罕默德这样讲，或谁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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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这样讲，那个听的那个顺序非常清楚，所以这个你要冤有头债有主，很容易抓出来。他绝对不会说，我听说穆罕默德讲过这话，那个都不算数的。所以有六派六个门派啊，六个门派的这个圣训，啊，都有这么一个开头，那确认这句话是穆罕默德讲的，而不是随便你乱掰的啊。孔子的话我们都知道记载在论语里面，但论语呢怎么编的就没有这样讲，没有说弟子说谁什么时候听到啊，孔子讲的话没有啊。所以等我们知道论语的事情的话，就是在鲁国，以泰山之南就是鲁国，都在山东省，现在山东省鲁国呢出了一本论语，因为孔子是鲁国人，就叫鲁论，鲁国派，鲁国的论语。齐国跟鲁国是这个兄弟之邦，但齐国比较强大啊，地方比较大，在泰山之北。齐国也有一本《论语》，啊，叫《齐论》，那不重要啊。另外呢，孔子家还有一本《论语》，叫《古论》，啊，所以这三本《论语》呢，其实当时是都存在，不是孔子要编的，是孔子的弟子，这跟在传弟子啊，为了纪念老师，那他们就没有发展出这种系统，说谁听的，没有。所以常常说子曰学而时习之，谁听到了？谁听到他孔子讲这话了？就你读论语就没有这个，就完全不能够查回这个东西来啊。那这个后来呢，古伦齐伦啊，后来就被一个在汉朝有一个人叫张宇的人，不是唱歌那个人啊，张宇的人呢就编了一个张侯伦，然后后来郑玄又做了注解啊，又变成郑玄的论语。所以到后来已经离孔子已经几五六百年以上啊，才编成今天的论语。所以今天论语有些地方怪怪的，有些地方怪怪的啊，就是因为经过杂凑的结果啊，不是一个有系统的啊。所以各代的经典，历代现在苏格拉底那个呢，苏格拉底的问题就是苏格拉底出现的时候大概都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啊，苏格拉底没有自己的话，都是柏拉图。那柏拉图对话录最神秘的地方是完全没有柏拉图的影子，他到底是，所以有人说这些都是诗句，根据事实所写的句，这不是真实状况。每一句话都记得很细耶，啊，尤其那个苏格拉底要死的时候，那个辩论辩的词非常非常非常的细，可以重新演出来的，啊，所以有人认为是柏拉图假造的啊，或根据事实所写的诗句，有人认为那是真实记载，啊，反正各种说法很多啊，总而言之非常精彩的书啊。非常精彩的书啊，好，那就不是佛陀所说，所以不应该称为经啊。这126页这里，那不管怎么样了哈，有些人呢就删去这个故事里面最后的一段评论的话，就仿佛伊索寓言删去了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那这故事就很不一样。我看到一本英文的白玉经的翻译就删去了最后的教训啊，所以没有这个，就等于是100个佛教的故事啊。那这不是他的原意了啊。好，那主要的故事在引言里面有说，闻如是，这就是阿难听说佛陀讲过的话啊，这是经的开始。但是你后面就发现，这其实不是佛陀讲的啊，很多故事都不是佛陀讲。佛陀一定讲过很多故事，但不在这里面。好，说一时佛住王舍城，他都，佛经里面的时间非常的不确定，都讲一时，说有一次啊，这时间是怎么算？不知道啊，
在雀峰竹园，有的时候这个是不同的翻译啊，不同时代的不同翻译，有的时候一个名词它翻的很多不一样。与诸大比丘摩菩萨摩诃萨及诸八部啊，这八部有的时候翻成天龙八部，然后后来因为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就变成大家日常生活熟知的话，那其实是从佛教借来。就像你现在人家告诉你说，请问四大天王是谁？你马上想到的是隐星，你想到的不是佛教的四大天王。啊，这个有一个信佛的一个香港的演艺人员，啊，坚决反对四大天王这个名词，觉得这是玷污了佛教的这个尊者这样啊。好，总共有36000人啊，总共有36000人。那这佛教这个书里面常常有一些很夸张的数字，36000人，你知道吗？你有参加过抗议的人你就知道，36000人得坐多远、多大的地方。如果这不是一个数字上面不是跟我们现在差别很大的话，这36000人啊是很大很大的场面，啊，大家可以从总统府坐到那个什么景福门，然后还可以岔开到两边的啊，所以这36000人能不能这大部分人都不在乎了，说说就好了。好，那事实呢？会中有义学范志，义学范志就不是佛教的人啊，好像是这样。第四个注啊，你可以看一下。500人聚，那还有500人，除了36000，还有一个500人啊。从座而起，白佛言，就跟佛说了：“吾闻佛道宏深呐，无能及者，故来归问，愿唯愿说之。”听说你们佛教非常的高远啊，我就来问一下，请你指教啊。就是说这是外面的，佛言善哉啊 ，good， 好，你问呗，就问了，天下唯有唯无啊。啊，到底天下到底是属于有还是无，哪个占上风？所以老子说啊，也是一样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天下之始，无名万物之母，也是有无的问题啊。答曰：亦有亦无，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范志就说了：如今有者，云何言无？如今无者，云何言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依照亚里士多德的排中律，是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可能又有又没有的，那是亚里士多德，别忘了。答曰：生者言有，死者言无，故说或有或无。你生的时候你觉得有，因为你觉得这一切你都看得到，你死了以后好像归于虚无，又好像都没有，所以我是这样回答的，讲了理由。好，显然这理由范志觉得 OK， 又问：人从何而生？这从何而生呢，是可以有两种解释，说人从哪里来的， Where do you come from？啊，这里有一个笑话一定要讲啊！老师每次碰到这种严肃的事情都有笑话在那啊，这个都有一个 dang alert， 你知道吗？叫做 joke alert， 有个笑话不能不讲。说有一次呢，小明啊从幼稚园回来，问他妈妈说：“妈妈，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他妈一听，哇靠，那么小就教性教育，就开始跟他讲啊，男人有精子啊。女人有卵子啊，然后精子跟卵子结合啊，啊，就造成了小孩啊。那爸爸呢，跟妈妈相爱啊，所以爸爸跟妈妈呢，精子卵子结合了，跳过重要阶段啊，只讲结果。然后呢，就有了你啊，这样小孩听得非常困惑，这样，妈妈忽然想到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问呢？他说，因为今天大雄说他是从高雄来的，啊，所以小孩只是讲他从哪里来，懂吗？所以各位。将来当为人父母的时候，不要说老师没教过你啊，所以你的小朋友第一次问你他从哪里来的时候，你最好问清楚他是从高雄还是从啊黄色小鸭从哪里来的，你不是说就他爸妈生的啊，不是，那是荷兰人创造啊。好，从成为而生，你也可能说从 where do you come from， 对不对啊，这本来就是一个字义歧义的字。人从骨而生，或者依靠什么来的，依靠什么生活，这句话也那人靠谷类生活啊，啊，那五谷从何而生啊？他就一个一讲了哈。那五谷从四大火风而生啊，那四大火风从何而生？从空而生。你看不得了，他问什么都有据点王，你知道吗？啊，你打不败他的啊。空从何而生？从无所有而生啊。啊，无所有又从何而生？从自然而生啊。我都好佩服佛陀这么大的智慧。啊，要我就说回去吧你，啊，同学回去好好看书啊。那自然从而生，从泥这个念圆还环，我根本注意呢。没好啊，那我可能会念错啊。从泥圆为那而生，那泥圆从而生，如今问世何以而生？终于
不再回答了。你到底要问到什么地步啊？你交多少钱呢？问成这样啊？你以为是不生不死法，到那没有生死的问题，到这就 ending 了，没有生死的问题，到另外一个境界。那佛，你泥缘位，你有没有到这个境界？我未泥缘，还没到那境界，我知道这境界还没到啊。当然佛不会像我这样讲话那么急切，佛一定非常非常的温良恭俭让了啊，礼乐射御叔叔了啊，就这样啊。好，佛言，我未泥缘，若未泥缘，何以得知泥缘为乐？哎呦，有没有 ring the bell？ 庄子跟惠子啊，开始每次都来这套吗？你还没有泥缘，你怎么知道呢？佛就知道，他的回答方法跟庄子不一样啊，庄子比较俏皮啊。佛呢非常的严肃，我今问汝，那我可不可以问你啊，天下众生为苦为乐，完全转一个方向啊，再也不是从哪生的问题啊。那这个范志呢也回答，众生甚苦啊，哎呀，每个时代都觉得每个时代苦啊，都有一个超越不了的问题啊。佛言云何名苦，为什么说苦呢？答曰，我见众生死时苦痛难忍，故知死苦。我就看着人家死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死是苦的啊，然后人都必有一死，所以生也不是快乐的，这是简单的逻辑啊。佛言，如今不死亦知死苦。佛没就没问他说，没那样直接说，那你也没死啊，你怎么知道人苦呢？啊，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佛不这么说话啊。如今不死亦知死苦，你看你不死你也知道死很苦啊。我见十方诸佛不生不死，故知泥缘常乐。我跟你的原则是一模一样，因为我看过十方诸佛，他们都不生不死，所以那地方显然是一个极乐净土啊。五百万字新开一解，哇！一听这人厉害高明，可以变成我老师，求受五戒啊，就希望佛陀替他受戒，勿虚陀还果，复作如故。佛言：汝等善听，今为汝广说众欲。佛陀收服了这五百个梵志，然后开始讲下面的故事，啊，这是一个开头，啊，这是一个开头，啊，好，那如果你不懂的话，那个大部分的注解都在这个下面有说出来。如果你要真去找书，也有很多书讲这个啊，所以这是不难找到的，《白玉经》非常容易找到，啊，白话翻译都有，啊，128页第一则故事，愚人食盐啊，一个笨人吃盐的故事。习有余人啊，都是四字的哈。以前有一个笨的人，至于他家到别人家去，主人与食，主人请他吃饭，咸淡无味。哟，你们这太淡了的，你们这干嘛养生啊？哈，少油少盐啊，还是你买的是某一排的这个沙拉油，只有油没有沙拉啊？那不错了，还有油呢。你要买沙拉油，也没沙拉也没油，那你到时候哭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咸淡无味，主人闻已更为疑言，说啊，这样子啊，那我再加点盐吧啊。既得盐美，便自念盐，这个盐应该是打错了，这个盐啊，既得盐美这个盐，所以美者原有缘故啊，自己想啊，之所以那么美味，就是因为有加了盐嘛啊，那少有上耳，况复多味，哎呦，少加一点盐就那么美味，那多加盐那不知道好吃到什么地步啊，就。这个故事就还没结束，所以愚人无智，这家伙没智慧，便空食盐，直接吃盐啊，食几口爽，反为其患，吃完了以后口很渴，然后就生病了啊，大概得了肾脏炎啊或者什么，不能吃太咸的啊。接下来就是这个教训啊，譬比外道，就像那些不信佛的外道。闻解饮食可以得到，说哎呀，要修啊，断食啊，啊，不要吃啊，用辟谷之法，道家有啊，不吃饭啊，我不吃东西啊，只喝水，甚至不喝水，空气。即便断食，就认为吃东西不好，就干脆不吃。或经七日，我们现在好像科学证明，人不吃不喝可以活七日，是吧？或15日，徒自困饿，无益于道。这对你修道有什么帮助呢？你饿到后来血糖太低，然后什么心肺功能降低，然后可能肾脏不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各位知道，每次有人这个叫什么绝食抗议，不管在监狱在哪里，到了第几天都有医护人员在旁边看的啊。尤其是政治人物绝食啊，有一阵子有人在立法院门口绝食，那绝食到几天，医生都建议不要停止绝食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出问题啊。
那有些人坚持下去啊，那有些人撑不住了就停止绝食啊，在虚弱的身体还能喊出我的理想，希望被大家听到啊，这不知道是感人还是不感人，我都不知道啊。反正立法院门口不会感人啊，不会感人，懂吗？啊，他都很认真的那样啊。好，你们不是有人参加同学参加饥饿三十吗？啊，有人饥饿三十之前就吃得饱饱啊啊，然后开始饥饿三十。这是这样子玩法的吗？啊，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啊，好，所以如彼喻人，以言美故，这人呢，因为言很美，空食之，自令口爽，意义不，就是你搞不清楚本末嘛。啊，那言则加一点就好，你加那么多，然后你就吃那么多，结果断食也是啊，断食要有一个限度，你超过了限度嘛，啊，那对你身体当然不好，言也要有限度，断食也要有限度嘛。所以讲的呢，其实佛陀讲的。就是中道，啊，佛陀讲中道，亚里士多德也讲中道，那孔子也讲中庸之道，啊，耶稣基本上也是讲中道的，啊，什么事情都叫不要做太过分了，啊，不要做太过分，啊。第二则，愚人及牛乳欲，啊，要买牛奶，弄牛奶，昔有愚人将会宾客，他要请客了，啊，欲及牛乳以泥供舍。希望能够有牛乳让大家吃啊，而作是念，就这样心中这样想啦，心中就这样想 ，OS 出来了。我今欲若欲于日日中，接下来那个字呢，因为打不出来啊，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字啊，就是那个壳子下面还有一个牛，不知道什么字，老是打不出来。希望在这里取牛乳，那牛乳见多足于安处，或作诈败，因为太多牛乳当时没有那些杀菌和保鲜的做法啊，所以你放了不喝就坏了，不如就牛腹胜之，当临会时当炖，然后这也是空一个字啊，那我就干脆摆在牛肚子里吧啊，那到时候再那个做事念以便捉脖子这个是自牛母子啊，各系一处啊，就把那个牛乳摆在这个牛的胃里面啊，怎么摆我也不知道。昔后一月而乃社会，一个月后才开始请客，迎至宾客，方牵牛来，欲什么取乳啊？就要把那牛取乳，而此牛乳极干无有，那时候哪有牛乳啊？就没有。实为宾客或嗔或笑啊，嗔是怒，笑是高兴，有人高兴笑他，你这傻子。牛乳摆肚子里怎么行呢？要摆冰箱嘛。但是除非你穿越那个时代没冰箱啊，或嗔或笑，那他说你开什么玩笑，请我吃牛乳，牛乳在哪呢？那接下来就是他的教训。愚人一耳啊，这笨人就这样啊，欲修不施啊，希望对人好，方言待我大有之时，然后顿施啊，我将来发了，我一定对这个开仓赈粮啊，给人家多少好处，将来发未及剧情，或为县官水火盗贼所侵夺，你还没发呢，这些盗县官人天灾人祸相继而至，祸足命中，有的时候连命都没了，不及实施比亦如此啊，你虽然发大愿将来得怎么样，可是将来会发生太多事情，你哪料想得到，你料想不到的人啊。好，这是129页的第一个故事。第四则啊，中间我跳过一些是我个人认为不太有意思的啊，你们可能不这样认为。说昔啊，腹诈撑死啊，这个故事是腹诈撑死。昔有愚人啊，那个笨人家伙，其父端正，他太太长得很好，情甚爱重啊，两人感情也很好。父无真性，可是这女人呢不太守妇道啊，照后来说法。后于中间共与他王啊，这个就有了这个小王，你们叫做哎，对，这小王现在真的是还算不错，以前台语呢叫做干弟弟啊，干哥哥 K 兄啊，然后广东话呢叫 K 弟啊，就是干弟弟，你看啊，都是同样是中国南方，有人就是干哥哥跟干弟弟问题，或者表哥表弟的问题啊，差很多。那现在是小王，我觉得我替那个姓王的啊感到难过啊，现在叫小王，那人家不是觉得哎呦你小王啊，哎，大家都叫我小王，哇哦，嗯，难过的啊，还好我不姓王啊。好，父真信，后于中间供他交往，邪淫兴盛，欲足傍夫，舍离己绪，就希望呢跟这个自己的小王在一块儿，然后跟自己的先生离婚啊。
于是密语一老母言，就跟一个老太太，这应该不是他妈妈啊，说我去之后如可记忆死妇女尸，我就走了哈，你去找一个妇女的尸体啊，安卓屋中与我夫言，云我已死，就是说我死了，那个尸体就是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小王跑到天涯海角去了，去过好日子去了。老母于后视其夫主不在之时，应该是他们家的佣人啊，老佣人以死尸至其家中，那个时代大概很容易找到死尸是吧，啊，及其夫还，老母语言如父已死啊，这是你太太死了。夫及往事信是己父，哎，就真的相信是自己的太太，哀哭懊恼，对他太太有感情啊，啊，大饥心忧，烧取其骨以囊圣之，昼夜怀匣，非常怀念啊。那个印度人都是火葬的啊，所以呢就把它烧了，烧了以后骨头呢，啊，骨头没烧掉，就把它一个袋子放着以后每天就抱在那。这个美国最近的新闻说有两个少女17岁吧，去逛纽约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啊，非常高档的女装店。去偷了这个蕾丝的内衣裤，结果被逮到的问题不大啊，被逮到的问题最大是发现包包里竟然有一个男婴的尸体，这是最大的故事啊。既然是在维多利亚的秘密里面逛了半天，所以在台湾的话马上维多利亚秘密得关门几天，然后请道士做法，对不对？不然谁将来敢去维多利亚的秘密？只要有一个人在网上放个风声说我上次去维多利亚秘密的时候听到小孩的哭声啊，你马上就完了，我跟你讲，你就完全没有秘密了，我跟你说，你维多利亚谁都不可能有秘密啊。美国人不知道相不相信这套，反正美国人就上新闻啊，在维多利亚的秘密啊。后来在访问很多人，我看了那个 CNN 的报道，就有访问，有一个说他应该带他到教会去啊，这个死因啊，或者拿到医院去啊，人家会帮他处理啊，怎么就带在包包里呢，然后还带着逛街呢，带一个死因逛街，你不觉得这听起来就很可怕吗？美国耶，纽约市耶，17岁少女耶，没这个知识吗？哦，哎，好，我就想到这个一样。赴于后时，心厌傍夫，后来对小王也不耐烦了，便还归家，与其父言：“我是如妻，说回来了，我就是你太太。”啊，这小王不是这小王，这愚人夫答之言，我父已死，如是讹谁？妄言我父，你别乱说，我太太已经死了，你到底谁认不出来吗？哈，是染发了，是怎么样？剪短了，是怎样啊？挑染，乃至二三，犹故不信，所以就一直不相信啊。这个人笨啊，可这人笨吗？这人这样才不会再继续被骗了。好，这故事就完了。说如彼外道啊，闻他邪说，心生惑浊，未是真实，永不可改。虽闻正教，不信受持。你觉得这故事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吗？我觉得这故事就诈骗集团后来诈骗的人后来没办法再继续诈骗下去，然后这个人因为他的愚蠢，所以他免得被第二次诈骗。我觉得这是故事很好的教训。怎么是外道闻他邪说，然后永不可改，然后虽闻正教，不受信持呢？我就得出跟这个里面完全不一样的教训，啊，好嘞，啊，也许我就是那个愚人吧，啊，我的程度了跟那个愚人差不多，啊，第130页，渴的时候见到水的这个比喻啊，过去有人吃无智慧，哎呀，前面就写习有愚人，现在讲那么长干啊，8个字不就是习有愚人的意思吗？即渴需水，见热食厌，未为是水，即便煮走。至心头河，既至河所，对视不饮，啊，看到那很热，以为是水啊，就是有时候有那叫什么，那空气往上升，然后在那个远远看，看起来像水嘛哈，然后到了那地方就发现没有水嘛哈，大一点的东西叫海市蜃楼嘛，那这个小一点的东西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你们现在学物理可能有学到。好，旁人语言，如患渴逐水，今至水左。水所何故不饮？你不是想喝水吗？那现在你前面就有水了，你干嘛不喝呢？啊！愚人答言：若可饮尽，我当饮之。此水之多，俱不可尽，是故不饮。呵，如果我要喝都能喝完，我就把它喝完。可是水太多，我喝不完，喝不完我就不喝了。我，嗯。于是众人闻此言语，皆大嗤笑。这个人至少还能讲话，还没渴到一个地步啊！我不觉得有这种人啊。好。这就解释了，譬如外道，
辟取淤泥，以己不能具持佛戒，遂便不受。哎呦，五戒太困难了，这我戒不了，戒不了不，我就不玩了，我没办法信佛啊。这个讲这意思，致使将来无得道分，你连这都做不到，将来你就不能得道啊。流转生死，你要在六道轮回之间啊，畜生道、人道、恶鬼道啊，什么道、什么道，这样最后无间道啊，那流转生死。若比于人，见谁不淫，为时所笑，亦复如是。这故事就跟这些人一样，明明的道就在你前面，可以帮助你就近这一生，结果你因为自己不能全部引到啊，不能全部了解，你就不参加了啊，这个他耻笑你。第九则，叹复德性欲啊，昔时有人于众人之中叹己复德而作誓言，说爸爸，我的爸爸真伟大啊，我的爸爸真伟大啊，我父仁慈，不害不盗啊，我爸爸呢很仁慈，他不做不害人家，也不偷人家的东西，只做食语，兼行布施，讲话很诚实，而且呢常常拿出来啊救济人，时有愚人问其此语，便作誓念。有一个笨家伙，这家伙不是笨家伙，笨家伙是后来才来说，我父德性富过汝父，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啊，这像不像小朋友在那边夸奖谁爸爸厉害？我们小时候，哎呀，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有一个人说他爸多厉害多厉害，另外一个人一定会出来说我爸比你爸更厉害，然后另外一个人一定会出来说我爸比你爸宇宙厉害啊，另外一个就是我爸比你爸超什么银河系厉害，这可见小孩的天文知识都蛮厉害啊。我们小时候就讲，那也不知道厉害些什么这样啊，反正大家就一定要这种打嘴炮啊，从小啊就这样啊。好，诸人问曰：“有何德性，请道其实。”那你老爸比他爸厉害是怎么说呢？人家前面说了，你说说看啊。愚人答曰：“我父小来断绝淫欲，出无染物。我爸从小就不搞，不想这种男女之事啊，不搞这色情之事啊，完全没有。所以我爸没有污染，基本上还是童子一个啊，童子一枚，照你们现在的说法啊。”众人语言：“若断淫欲，云何生如？”哎呦，你爸要是童子，那你是怎么生出来的？我妈生的，她应该这样回答嘛，对不对？啊，身为时人之所怪笑，你看这笑还完了，还是怪笑啊，笑到翻倒啊。好，接下来的教训：犹如世间无知之徒，欲占人德，不视其实，反致毁自。啊，就想夸奖别人，结果骂了别人。啊，孙老师，你是最有学问的人啊，你看你上课从来都不带书，这是赞美还是骂人？我带讲义啊。那他没讲清楚啊啊！你就跟我们孙老师最厉害，我们那孙老师多有学问啊，上课从来不带书啊，嗯，是靠记的吗？啊，好，如比喻者，亦好叹复，言成过失，此亦如是啊，就讲这个，这故事很清楚啊。第十则，三重楼宇啊，盖三楼的啊，以前的房子要盖三楼木造房子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往昔之时有富余人，这个人是余人，但这个人是富人。所以叫富于人，很有钱的笨人啊，吃无所知啊，这人一无所知，就是有钱，穷的剩下钱啊，到于富家啊，这个于啊，到另外一个有钱人家去啊，有钱人都跟有钱人来往啊，有钱人干嘛跟没钱人来往呢？对不对啊？建三重楼，高广严厉，轩敞疏朗啊，这个房子非常大啊，非常大，心生可养，就是哇哦，那房子真好，即作誓念，就这样想。我有钱财不减于彼，云何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楼？我的钱不会少过这个人呢，我也请个这个将来啊，工匠来也盖一个楼，不会比他的差啊。急唤木匠而闻言曰，就把131页就找着木匠来了，比作啊，解作彼家端正是否？那房子是不是你盖的啊？简单是这样，你要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就麻烦了。木匠答曰：“是我所作，没错，那是我盖的啊。”即便言语，今可为我造楼如彼，你可不可以就造一模一样的一层楼给我啊？也不是一层楼，那个楼房。事实木匠即便倾地垒建作楼，来，一直好，开始做了啊。愚人见其垒建，这不知道是不是念建，作舍啊，盖房子，犹怀疑惑，不能了之。哎呦，这样子盖啊！而问之曰：“欲作何等？你要盖成什么样啊？”哎，你不是叫我盖成那个吗？木匠呢？做三重屋啊？你不是叫我盖三楼吗？我就是盖三楼一样。你不是说那人房子吗？那房子我盖的。愚人复言：“
我不欲做下二重之屋，可为我做最上屋。那我不想做下面两层，你就替我做第三层好了，啊。然后愚人故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做最上者。我不下面两层我用不上啊，啊，我用第三层就好。时人闻已，变声怪笑，怪笑这字啊出现啊。贤作此言，大家都这么说，何有不照下第一屋而得上的？不照第一屋怎么能做上层呢？嘿，这人就没知识。如果你吊在树上就可以，干嘛一定要有一个那个呢？对不对？你飘在空中也可以啊，对不对？你没看了卡通影片吗？一堆气球，那房子就开始飞了，不是那也可以吗？想象力太差啊。好，譬如世尊四辈弟子啊，这是讲又是讲教训了，不能精勤修净三宝啊。各位去吃三宝饭，别以为是叉烧啊、辣什么什么熏鸭熏的，不是啊。这三宝是佛法僧啊，是三宝啊。懒惰懈怠，欲求道果，这佛陀的弟子还懒惰懈怠，还希望能够证成上果，还这样想：我今不用余下三果，唯求得比阿罗汉果，我就求个阿罗汉果吧。啊，阿罗汉果等于是第几层啊？所以下面还有，你看啊，这里有一个解释，阿罗汉果在第四啊，周少良的注，阿罗汉果是佛教小圣声闻修行第次第的第四果，依次为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这显然是翻译译音的阿罗汉啊，汉译为欲留国、欲来国、不还国、阿罗汉国。阿罗汉国不是你为了喉咙爽身喝吃的那个东西啊，那叫罗汉国，没有阿 ，OK 啊。阿罗汉译为无生，即无生死果，不再受生死苦，故名无生。所以那是很高的佛教境界哈、啊，阿罗汉国啊。好，不想这个，不想修第一果、第二果、第三果，就直接想说第四果。这就劣等而生了嘛，这对传统来讲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后来呢，教育比较有弹性的，有些人可以跳级，跳级其实是省很多事。像大学啊，前十年左右，学校还受到教育部的鼓励，希望学生三年大学毕业。三年大学毕业呢，那卡在我们系里面是什么呢？就是第四年的必修课。所以呢，那时候要求第四年不要摆必修课，这样学生就可以在三年毕业。这当时我个人也非常赞成，你干嘛在大学修那么多有的没有的，大学只是一个基础，三年就行。所以后来大四就没有必修课了，我们系至少是这样啊，别的系怎么样不知道。可是后来呢，延毕的人越来越多，这政策就没有发挥它的效果嘛。那为什么延毕的人越来越多？我仔细打听了一下，好像很多系的老师都会劝学生啊，这个系是不是因为比较没出路，我就不知道了啊。就一般所谓不没有出路的系，会劝学生多修一个学位，或多什么辅系或双学位，所以你呢就要修很多课。本来一个系要修多少学分，你还得兼再去修多少学分，然后这样算算，你大概不到第五年你没办法毕业。所以这跟原来大三就希望你毕业的，现在你变成大五大六才能毕业，这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啊，那最近几年我就也许我没注意，我就没有看到教育部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说法。如果太多人延毕，是不是就应该禁止双学位跟辅系？啊，哎，我曾经问过你，学双学位跟辅系干什么啊？你大学毕业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啊，你有两个学位跟你有辅系，真的有帮助吗？我问我的企业界的朋友，啊，开公司的，我说只要学生来，他有双学位，你会要求那个吗？啊，没有啊，我们是看人呢，现在都把大学生，他也不是看你台大不台大，不是台大才有用啊，也不是台大就没用啊，啊，所以如果企业界这个真的需要大量的调查，如果企业界真的在乎你有那个学位，当然你去修双学位或辅系是绝对有帮助的。如果企业界根本就不在乎那个，你还花时间去准备那个，白玉京应该有一条在讲这个故事。岂有愚人，好，接下来是在中文里面讲刻舟求剑，这种故事非常的多啊。乘船失这个鱼，大概是这我也不会念啊，我也是有边读边。好了，岂有人乘船渡海失一银，我看我有没有注意怎么念鱼，没错，鱼是那个钵子啊，就是一个碗啊，银的碗。堕入水中，即便失念，我今化水作记。我们中国成语是画在船上，叫刻舟求剑，它是画在水上啊。印度人跟我们毕竟不同
啊，舍之而去，后当取之。我在水上做记号，画一个记号，然后我到将来再回来取。行经二月，到狮子诸国，狮子诸国好像是西兰，现在叫做什么？斯里兰卡，对啊。这个狮子写成这个啊，后来就写成那个好来有那个狮子啊。见一河水，便入其中，觅本失语，就是到了另外河水，就是哎，我不是丢了一个银的碗吗？那这不是有水吗？那我就下去找我银的碗。哎呦，这是这儿，那是那儿。诸人问曰：“欲何所作？你干嘛呀？往水里跳？”答言：“我先失鱼，今欲觅取。我以前丢了一个银的碗，我现在去找。”答曰：“答言，鱼何处失啊？你在哪儿丢的？”答言：“出入海失。我出入就出海的时候，出入是看起来相反字，其实是出。我出海的时候丢的啊。”然后又说：“那你丢多久了？失经几时啊？”啊，又曰：“失来两月，两个月啦。”啊，失来二月，云何此觅啊？你已经丢了两个月了，你怎么在这儿找呢？答曰：“我失鱼时，化水作记，本所化水，于此无异，是故觅之。”我当时化了一个水，在水上做了记号，现在看这水跟当时那个水差不多，我想大概就在这儿吧。啊，好，又复问言：“水则不别啊，如昔失时，乃在于彼，今在此觅，何有可得？”说好吧，就算水是同一个水好了呗，啊，那你过去丢的时候是在过去丢的地方，你现在在这里找，你怎么找得到呢？尔时众人无不大笑，这时候不是怪笑了，是大笑，啊，笑这人笨，啊，好，那故事的教训来，132页，亦如外道，这就像那些外道不修正行，这都是要骂外道的啊。相似善终，恒济苦困。一看说这个修法的跟我们的佛教也差不多啊，就去了以求解脱。状若愚人，失于彼，于此于而于此觅，就跟那愚人一样，在哪丢东西不去找，那随便有个东西他就去找啊。所以像各位同学信教也是啊，有的同学完全不会拒绝别人啊。你在5、6点的时候经过小福，就有人说啊，同学来信教吧，来我们查经班吧。啊，你是不是有生命上困扰啊？你对这宇宙浩瀚无垠，你不觉得很一定有个主人吗？啊，你可以说是啊，八十光年啊，这样也是一个答案呢、啊。啊，宇宙浩瀚无垠嘛，不然你一定接八十光年，你要接什么呢？啊，我很多有同学上次就跟我说，他就被人家这样子讲的，他就去了。我说人家胁迫你嘛，他也没有，跟人家讲了，我就不好意思不去。然后就人家叫他信教，他又不好意思不信，可他真的不想信，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需要自我肯定训练。我说人家都没逼着你啊，拿枪抵着，拿什么刀架你脖上都没有，人家说同学要不要来信你就去了，你可以说对不起啊，我有事啊，这不是最简单的吗？啊，或者就自己按自己手机响说对不起我有电话，这不也是一招吗？你真的不想去，要不然就义正言辞说对不起我不信教，我信佛也行啊，你好多种可以下台嘛，或者你就跟他说对不起我没兴趣，谢谢你我没兴趣，这也行不是吗？啊，也不失礼貌啊。那为什么就人家一讲你就觉得哎呦好像不好意思拒绝这样哈、啊？有人真的是这样的人呢、啊？啊，有一个女的被搭讪也是这样的，她说她每天被搭讪，真的假的？她说有啊，啊那天还在我研究室外面就有一个人走过这样，我说那谁啊？她说搭讪我的人。我说那人家都怎么搭讪、啊？她说同学可以给我电话号码吗？这是搭讪的方式。我说你就给啦。她说对啊，我不会说谎啊。你雅思不会到这种地步吗？啊，他不会说谎就给了，那他还有男朋友，啊，所以他男朋友呢就非常痛苦啊。那时候他男朋友呢，他被搭讪以后，人家说啊，那这样我是来台大玩的哈，我在哪里念大学，那你可以到我们大学来找我啊。他说好啊，然后他就叫男朋友去那个大学找，陪他去那个大学找那个男的。你觉得我身边的故事还需要看白玉经吗？我可以写个新白玉经，稀有于人，天天被搭讪，不行，要4个字啊，我得凑4个字啊。好，那这个故事呢，很多类似这样的啊。那个我们在教研究法的时候讲的一个故事，然后最近我发现是个犹太人的故事啊。犹太故事都很有智慧啊。犹太故事说了啊，说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在路灯下找钥匙，这我讲过吗？没有，好，谢谢。那这个你一定要学到，跟这个其实是一样，这是后来变成研究法的故事啊。
那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找钥匙呢？你找什么？”哎，先问他你找什么？我找钥匙。哎，你钥匙掉在这儿吗？哎，不知道，喝醉了，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在这儿找呢？哎，因为这有路灯啊。很多人做研究啊，也是一样，说你为什么研究这个题目呢？因为有资料库啊。那这问题重要吗？我怎么知道？反正有资料库嘛。啊，那重要问题，万一没资料库，我怎么研究啊？这也是研究上的一个大问题啊，尤其你做计量，那直化研究你不做计量也是，哎，你为什么访问这两个人呢？因为这两个人愿意被我访问哦。那这两个人能够彰显你要我研究的问题吗？哎，我不知道，可他愿意被我访问哦。懂吗？这很多啊，你不要以为那研究法上这个真的是今有余人，昔有余人啊，他们这些余人该见个面了 啊，要不然那个余人就是你祖先呢、啊。你查一下 DNA， 搞不好真有啊。啊，有时候做研究真的有不得已，所以你要证明什么，你必须用找到什么材料，那就是没那个材料，没那材料，那没鱼虾也好也行吗？那用虾来证明嘛，啊，所以也是一样，各位同学呢，譬如说要写读书心得，写读书心得，我就说这个参考书目书你都可以看啊，那有同学等到最后一天才去图书馆，到图书馆的时候所有书都被借走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又不愿意买书嘛，或者穷，不管什么原因，那怎么办呢？他退而求其次说：“老师，我可不可以看另外一本书？”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都借不到啊。”我说：“那你最后一天借，你当然借不到啊。”他说：“那我可不可以看另外一本书？”我说：“你可以啊，但你看了我没办法知道，我没办法帮助你啊。你看一本老师没看过的书，然后你写一个书评，老师除了写说朕知道了，还能写什么呢？啊，巴金森症是吧？就叫什么帕金森氏症症啊，帕金森氏症。”对，我要练熟一点，帕金森氏症，啊啊，我还要练一下，我要练一下。这个我将一定要在某个场合用上，这样啊。今天教师节有一个同学就送了我那个朕知道了那个贴纸，这样啊，那个，所以各位的作业将来都会有这张啊，只是颜色不一样啊。为什么不写寡人知道了啊？因为是清朝都不写寡人啊。好。第35个笑话，昔有一人贫穷困乏，多富人债，无以可偿，即便逃避，还不了债了就逃啊、嗯。至空旷处，直窃满中珍宝。哟，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竟然找到一个框箩筐，这箩筐里面呢有很多珍宝，呵，其中呢还有一个明镜，有一个镜子啊，着珍宝上以盖覆之，就是镜子呢在所有的宝物上面。这人呢。平人见疑，心大欢喜，即便发之。见镜中人，便生惊怖。这人显然没看过镜子，发现呵，里面竟然有个人，插手语言啊，这还很凶啊。先下手为强。我为空妾都无所有，不知友君在此妾中，莫见称也。你别生气，我以为只是个空篮子啊，虽然插着腰，还是讲话客气。好，接下来就是教训。凡夫之人亦复如是，为无量烦恼之所穷困，因为生死魔王债主之所缠着，譬喻生死。入佛法中修行善法，做足功德，如执宝切。那告诉你，你就算穷，你修佛法，那对你人生是很大帮助的。为身陷境之所惑乱，望见有我，修佛就让你无我状态，那你能见到有我啊。即便封浊，便是未是真实，于是堕落失诸功德，禅定道品无漏诸善三乘道果，一切都失，就你的修行都落掉，因为你有我。如彼于人，弃于宝切，着我见者亦复如是。这讲的佛理就有点深了啊！佛教都要放弃有我的状态。我觉得各位同学呢，我历来教的同学大概都可以进入佛教这种无我状态，尤其一到写这个读书心得。每一个人都没有我的看法，都没有自己的看法，都是别人看法，完全达到最高的无我境界，这样啊。那你怎么看这本书呢？我不知道，我在博客来抄的。这学长给我的就，啊，有人后来自己抄了，自己觉得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交了作业以后还来自首，这样啊，自首减刑了啊。然后说老师，我真的不会写啊，以前，所以后来我才告诉你们说，你真的不会写，你至少来跟我谈一谈，我可以赐你免写 ，OK？我至少吃你们一点，你不能拿高分吧？拿高分没道理嘛。这堂课不是叫诚实嘛？那这堂课诚实，那你绝对最高分啊！这种课是要写作业，你写不出来，
老师给你一个 pass 的分数是可以的啊，但是要拿高分这就没天理了啊。好，这就是这个白玉经里面我挑出来的故事，其他最后一段我不讲了，这样啊。好，这是白玉经啊，佛教的，在大概在大概在魏晋南北朝左右时期到了中国。那中间当然还有很多笑话的东西了哈，应该有啦，包括喜剧啦，包括元代的什么参军戏啦、杂戏啦，都有一些喜剧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因为那个讲起来都太长，然后唐代传奇，我在讲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也有讲唐代传奇，但唐代传奇好像没有那么喜剧形式的东西，或者我没看到啊，所以就没办法说了。